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啊，好像两军在对峙啊，两军在对峙啊，两军在对峙啊，一边是印度的，一边是中国的，一边是印度的，一边是中国的，现在的问题什么？不是在于赢，哪方在赢，哪方在输？现在的问题关键不是哪方在赢，而是哪方在输？关键问题啊！ 中国人现在大多数人嘲笑啊，嘲笑啊，嘲笑中国输，在嘲笑中国输，为什么？现在经历啊，中国的经历已经不代表人民了，这个现在中国的经历啊，已经不代表人民了，而是用来镇压人民的，而是用来镇压人民的，你就完完全全是镇压人民，同警察没什么区别，警察就是来镇压人民的。 现在就是来镇压人民的，中国的警察就是来镇压人民的，军队也是来镇压人民的，所以啊，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两军对峙的时候，中国老百姓啊都希望中国的军队输，都希望中国的军队输，为什么？中国的军队越是强大，那么他们欺压中国老百姓越厉害，欺压中国老百姓越厉害，所以啊，已经彻底失去民心了。 已经彻底失去民心了。现在当兵的喊的口号就是：“你征兵，我给你一下子给你多少钱？征兵，我下次给你多少钱？”现在只有这个口号，喊不出第二个口号。爱国不爱国这个词已经在中国没有用了，这个词在中国已经滥用了，已经没有用了，没有用了，没有用了，没有用了。哎呀，现在中国经常。 肩膀扛不动了，所以一阵阵痛了，对，肩膀扛不动了，扛不动了。这个军队啊，不代表人民。那些老百姓呢，也不希望中国的军队能赢，也不希望中国的军队赢。老百姓呢，现在已经拿政府没办法了，那个政府就是个无赖，政府就是个无赖，而那个军队啊，就是在帮无赖服务的，老百姓拿他没办法。 老百姓拿他没办法，那么希望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制衡这个中国军队的，老百姓都是欢迎的，来制衡中国军队的老百姓都是欢迎的，能制衡军队的老百姓都是欢迎的，所以啊，现在中国的军队已经完完全全失去民心了，完完全全失去民心了，而这个军队又是为谁服务的呢？ 这个军队又是为谁服务的？就是为中国的政府服务的。中国的政府啊，已经完完全全、完完全全，中国的军队啊和中国的政府已经完完全全失去民心了，已经完完全全失去民心了。哎，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天上的飞碟在转了，飞碟在转了，飞碟在转了，他们一直在寻找下手的机会，寻找下手的机会，寻找下手的机会，竞争。 一下子干掉了，没发生大乱，没发生大乱，所以啊，他们知道把中国的那些当官的干掉，也不会发生大乱，也不会发生大乱，所以啊，外星已经基本上准备就绪了，准备就绪了，准备就绪了，好，准备就绪了，接下来的发展大家会看得到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